每一幅作品呢，代表着一个故事，有的是代表那个民间传说的故事，有的是那个生活带有生活气息的，有的是代表那个吉祥寓意发财的，总的来说，在创作的时候的时候，每一幅作品创作出来，心情感觉很愉悦。 新年就要有新气象，创作着一百幅图的兼职，就是希望新的一年图个好抬头，老百姓的日子有个好奔头。